这儿。我是李锦亮，一名综合格斗运动员。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综合格斗。我本是一名农民，通过综合格斗改变了我的命运。李锦亮，你可以。密码设定成功。亮哥，我觉得你比较适合一号吧。亮哥，把一号揪出来。我肯定要揪出来啊。赶紧揪。毫不迟疑啊。选择吧。哎，瞄准了一号。我们不同意肯定判不了。亮哥跟你换。我不换。Hello, Sugar. 帅哥，哎，你好，小何，小何，哎，亮哥，我看过你比赛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我打橄榄球的，对，橄榄球，对对对，你今年多大？26。你一直在这边？对，还是我一直在这里，就是在上海，我的意思。哦，不是哦，我以为你说一直在一号这里呢。哦，对，我不在上海，我是广东的。哦，你呢？我在北京，我在北京。哦，哎，亮哥，你想要这个吗？我想，我也想要。那怎么，我们可以讨论一下？我的选第一的理由，首先是我觉得我打橄榄球，我综合实力比较好一点，体能、爆发力、力量都有，耐力也有。其次，我有领导能力，我一直打团队合作活动，而且还有一个点，我相信我是第一。Nice。如果我不相信自己第一，我没有人会觉得我是第一。哎，对，没错，你自己觉得都自己不可以，那谁还能觉得？没错，我的目的也是冠军。没错。那我们两个是不是能做第一？没问题。对呀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第一啊。没问题。有请无限方舟舰长甄子丹。甄子丹，对呀，这开玩笑，这是有点重量了。28，我觉得28，我估计有40，48，你试试。因为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如果你们穿上背心还能进入前六名，将额外的获得一次拯救权。哇！可以拯救除了自己之外的任何一个人。这个很重要，这太重要了。这不是强制要求，这是一份极大的责任。是否要承担，穿不穿，你们自己决定。第一轮排位赛马上开始，请做好准备，祝你们顺利。啊，我们有两套是吗？对啊，还真是有两套。有意思，他真让我们两个人。哇，这么快知道了。不是上面写的，不是我说这么快知道我们的那个，我们要在一起，我们都两个第一名。人家刚看的，我俩这房子。哎，不是，亮哥穿什么？我还说呢。哎呀，有亮哥的原味啊！哎呀，Me too。你们要穿负重背心吗？穿啊。可以不穿啊。你要穿啊。我们肯定穿啊。我们只要拿前六就可以救一个人啊。你本来进前六就已经有特权了，然后你穿的盔甲啊。本来进前六有特权吗？是我没听还是你没听？我听你啊。他说给你礼物，他说你只要拿到前六，对，你就可以有次自救的机会，好像还是什么。然后你穿了背心，他不会自救的，除了自己之外的一个人。但你穿的背心，你看拿不到前六，但是那我试一下啊。请按照对应的赛道就位。
请所有队员在攀爬带上持续攀登，失利落水即为淘汰。亮哥他俩背着20磅，如果不快的话，我们就斜着一个人。是啊，关键是你不是快爬的，真的就是一直，就是一直，应该才会越来越快。有可能吧。各位，我们的老队不是鸡，是只有强者才可以登上的船。你们是不是强者？是。你们可不可以？可以。请所有队员攀爬至基准线上。这两个穿的负重背心，身体素质非常的突出。其实我在跟亮哥比，就咱们都是负重一样的，因为我们都做一号嘛，感觉是我们也是同类人，因为我们都是在外面去证明自己的。我是那个在美国那个国立大学打橄榄球的第一个中国人。Really know what football was a half dozen years ago. When did it start? How did you get to the point? 我当时就业余离境，因为很多人说一讲橄榄球，就说黄种人打不了，打不了，这不是气质不对，不争馒头争口气，错了。哇，那时候一回合比赛10分钟，然后到第二回合我有体能，我把它消耗了，然后摔到地面，踢踢又打打你。所以你其实是耐力比较强的。对，我的比赛反正还是慢热。我是那种我的意志力比较强，我是第四节的时候我可以把别人的磨烂磨烂，对，因为消耗。对对对对。我感觉我当时已经很低了。我就怕我等一下踩不到那个东西，没有力，我只能去手去挂着它，我不想掉。能坚持越久越好。从训练到现在已经20年了，永不放弃，不到最后一刻了。作为运动员来说，都有这个精神。要求很高，但是背了8公斤的负重，想必实在没有力气了，就掉了下去。多用腿的劲儿，坚持一下，坚持一下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坚持，不要放弃，注意坚持一下，上上上，可以的，加油加油加油。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，加油，你是鱼达了就下来的是吧？我觉得你还应该可以啊。我以为你黄了。今天去海滨太可怕了。那你典型的比不了排名的，真就是专项，纯专项的，半个小时真的好夸张。张雨涵，他坚持的时间很长，对，女生里面最能坚持，最要求他的，他就在我前面掉下去的。我尊重他的想法是对的，所以第七名就是张雨涵。哇哦，哇，天，太有趣了，很棒很棒，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loe， 你们可以叫我扣一，我是一名跑步爱好者。曾用1年半时间完成世界马拉松6大满贯，好厉害！真的太夸张了，天天跑，天天跑，天天跑。大家多多关照。谢谢，本来我都想问谁是姐姐，谁是妹妹，谢谢你给我们介绍一下。好，拒绝。
五号队长，让六号做选择。我要是我都不好拒绝，你做队长你拒不拒绝？好，第一句拒绝小王子以后就能请你加入周勉卫的队伍。嗯，去啊。他不去，他好像不太想过去。你们男子叫何啥来着？胡汉。我胡汉选胡汉。对，如果选你，如果有了他的话就选他们，如果那个什么你应该那么强强过。对，有两个李景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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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牛不牛？我这个嘴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李景亮，来自美丽的新疆。我的职业是综合格斗，现在是签约 UFC。亮哥 yes， 剑子，剑子，我要使用冠军权力抢人。缺德呀！那么李景亮，一号队还是二号队？二号，真诚的邀请。哇塞，这太难了！要相信命运的安排。站到台上，导演，我们的队长在呀。为什么要吃李景亮？你想要干掉哪个队伍，你必须将那个队伍里边最强的人分裂出去当队长，一定要把对方的人干掉，就是让他出去上其他队当队长去。我刚说，很多人鸟是李景亮。所以我想要他们一号队方凯。李景亮哥，亮哥李景亮，第二个是李景亮。我认为亮哥也是有能力有担当的一个人。李景亮格斗圈的嘛，他从格斗拳击，所以说共同的话题会更多一点。力哥李景亮，亮哥非常的有团队的精神。OK， 我选择了我们的现在队长，他在想自己，自己的主也是，我希望能通过自己带队，也能赢得比赛，帮助大家。这是几队啊？五队。想要加入李景亮队长的队伍的人，举起右手。我觉得他是偏向有领导力的人。我的队解散了，我有机会去选他，我都必然选他。他人格魅力太吸引做体育的人了，太吸引每一位运动员了。李景亮，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，所以选了他。亮哥也是有担当的一个人。我想我要去那个普通华那队，我十几个人不太靠谱。我认为最核心的原因，一个是领导力的不足，一个是我们三个技能雷同。我是跟亮哥聊的还挺来的，我是这样，我就去亮哥那个队。感谢给我投票的每一位朋友，当别人信任你的时候，就是满意。你为什么没选原来队长？啊？你为什么没选原来队长？我怕他太孤单。感谢对我的信任，不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，不当冠军的运动员
也不是好领队员。如果李金亮没有被选为队长，我是依然会跟邱海滨队伍，因为我们这个队伍综合条件确实很强。李金亮被选为队长之后，我就想去帮他一把。五队队长李金亮得票12票，是6人。产检基建呢，我没啥用。对。然后钢管舞更没用。产检必选。19号，产检。李景亮选择陈爱婵，陈爱婵加入李景亮的队伍。首先挑选对手的是李桂生。桂生，桂生，我们要想个问题。先想一下，挑哪个？哎，不是商量一下。肯定首选李景亮，他们组队刚组成，对，不熟，对他们对了解彼此还差点。第二，他们也是均衡的。你觉得选李景亮啊？对，选两个。好。我们商量了一下，然后我们选这个李景亮队。接受、啊、放马过来，我的一切都是打出来的。OK， 我们的叫利剑队，在座的每一位也是运动员，也都是在每个行业都是的佼佼者来到这里，所以说立竿见影。好像节奏不是很痛，让我先鼓掌。欢迎利剑队李景亮、刘文龙、张家豪、陈爱婵、青玉辉、蒋婷婷、沈雅杰，请师范部排队及利剑队登上双方平台。欢迎来到铁索横江。哇！啊，天哪！这不低哈。中间应该是水，这好像是个瀑布。听我说完，呼吸，别着急，来注意听。他们两个，一个是带着，一人带一根绳子过去。我来带绳子，他也带绳子，我也过去。嗯。你们女生三个啊，你加上你四个。哦，你就在这儿，看着，你们现在就可以把板子起来，慢慢的，不要着急。我着急，这上面很滑手，不要着急，慢慢往那边运输。我不要求你们最快，我要求你们最安全。好，你们最心细，好吗？你们可以的，你们可以起来，放心。来拿沙袋的时候，可以。来下一个。走，现在走的时候啊，走路不要走那么高。绑绳子很重要，绑绳子千万不能，要解得开，系得紧。我来绑。这个是往腰上绑的，然后还有一个绳子另一头绑那个头。好了，完事了。那你起来，你别动，我现在就绑好，他们这个底下不会绑，这绳子够长，我知道。没关系，这没关系，看着，走，这团子。可以了吗？还是直接借。比赛仍未开始，请已经做准备的队员拆出腰部绳索。演示时间结束，请双方就位。快点，对，过去。稳，求稳啊！一定要稳。不畏险阻。跨越天堑，演练即将开始。5、4、3、2、1，开始。绿旗，走。方桃。手一上去。在哪个？尽量放规律点。方桃。走。脚扣，脚一个。
29号李少平。对。李少平是武术动作指导，嗯，所以他对于这种技巧，我相信也是非常的娴熟。快点！之前我们本来说两个人，然后但是我们考虑这个铁链就是太重了，万一拽不动怎么办？所以我们就还是过去三个人，因为我们铺板挂钩，多一个人就很快一些。如果是两个人的话，可能就更浪费时间。Go go go！ 拉拉拉，拉拉拉！前面这个，亮亮上上，拉。刘国亮已经过了，已经到了。慢下来会累的，但是帮一下，帮一下，再帮一下他。谢谢。哎，兄弟，我接一下我，接一下我。用膝盖窝，膝盖往上挂，扶着我的脖子。第一次爬铁索，到那边我都不知道怎么下来。可以了，对，再来。你可以，好，亮哥，咱俩拉这个。来，一二，往后跑，一二，往后跑，可以扔吗？快过来！别，那边是那边。反了，等一下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等，拉这个来，这扣住了，松一下，大叔，这么拉着。他这个东西是从这里过去的，卡住了。嗯，松一下，一二三，松一下，一二三，松一下。OK， 一二好，嗯，那这个要扣到铁环里，要不然它不稳。我们弄错了这个位置，对吧？对，他放的时候放错了。对，应该从外侧放。我横渡铁链的时候，我没有太注意到右边铁锁链的左侧一点有一根竖的铁链，它会影响到整座桥的倾斜角度。环子，这里卡住了，卡住了。来，一二三，走！这绳子卡住了，绳子，
能解开吗？等一下啊。等一下啊。放。我们去搬板，你看一下够不够宽，一定要卡住，可以吗？慢慢卡，要这样放，这个还是要进去。我走开，箱子，这个一定要进去。小心的团子啊，小心脚啊，一定要进去。要不然过不去哈。对，快快，怎么弄？梅诺，松一下右边。哇，这边太紧了，扣不上。李景亮队卡在了最后一根铁索。不要拉绳子，放绳子是吧？对。好，来拉这个，来，我们把这个拉起来啊！一二三，收来，一二三，好 ，OK。好，副板。亮哥，等一下。小心啊，这个一定往上提。OK， 好了，看，拉，往下拉，铁链，往下拉，铁链。慢点，我先铺一下，等会儿啊。拉了。铺上了没 ？OK， this one is good， 团长，再搞 this one。下一个，等一下。这时候他们可以弹一下，往前推。不用每一块都挨着。第一块是，现在是第二块。不行了，挂好了。先手上就行。来，不对，我们这个样子挂的不对。没事，挂上就行。歪的呢，两个不一样。歪的就歪的，来。没关系，这个链子刚好把它抬下去了，这不一样了吗？好了，别着急，挂就行，这个板先拿了，它压下去，这个挂不上。我就说不一样长，弄一个钩，你们不要两个，阿晨。往后一点，你往后一点，阿晨，你往后退，这里压住了，你往后退，不要往这，靠这就走。啊，把板放到这就走。哦，没事，我们后面不赶时间。因为你，我这扣不住。来，我跳起来。来，跳，来你拉，你坐，来得及，看可以坐，看这儿。对，我帮你。来，准备啊，一二三，一下。反了，没有反，再来一次。好，OK。那婷婷，慢点，小心啊！哦，对，这个得扣。不然这是歪的，等先把那边扣上。那个锁，好。来，别着急，就一个呢。你们歪到一边去了吗？因为这个没有扣，这样好。要先扣上，还有一个吗？你还有扣的。你跟下面那张三个腿扣到一起。好，扣不上，扣到铁链上吧，扣到铁链上。我去，我来。有点斜了。这个好了，要不要好？这边。对，太短了那边。上面有扣子，你先把那扣子拉起来的。
提供。不是，你们重心太靠前了，太多了，往后退一点，往后，往后。疼，别拽他，别拽他，我先把他打开。我先把他。小豪。开了。好好好，走，别动别动。给我扣子，扣子，扣子，站好，不不不，只有一个了，扣子，来，站好，站好，站好，这个，来来来，快点，好，来来来，这边这边，右边右边，来一起上，来来来，三二一，二三，嗨，擦点，一二三，嗨，擦点，擦点，一二三，嗨，新疆的楼素，他这个动作，脚很娴熟，这个拿一下，帮我拿一下，快快快。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。别拉，别拉。再提醒一下，垂直的铁链只能连接桥面的铁链。夏豪，夏豪，那三个不能这么扣，不能这么扣。我的妈呀，柴姐那个也不能那么扣，不能扣绳子，要扣到铁锁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看我，看我，看我！篮子，说你那就帮他，重心前这边。OK， 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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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嘿，往前走，拽他脚底下的。看，嘿，桥面的铁链在。扣错了，谁说后面的那就扣不了了，赶紧先开，慢桥面前这个错了，哎，我去这边，这个往左边压，往左边压，往下，再往下，再往下，再往下，使劲，够不到，我来，我来。OK， 我的前面也。大家给我扣子，大家给我扣子，没有扣子，没有扣子了，没有扣子了，没有扣子了，只能用一个扣子。这个扣子，这个这儿有一个扣子，用不了，用不了，拿不了，就是扣子了，没有用的。但是这个是错的，这个错了一个。你扣上面的绳子，把这个绳索往下压，能不能扣上上面的绳索？对对，往下压，把自己掉下来，往下压，他们能扣上。哎，对对对对，你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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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好，来吧，哇，还有那么多把啊！小豪拉下了，小豪，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，不是踩正面，反侧的，反侧的，不对，你们错列的，看我，嘉豪，嘿，嘉豪，小姐。有点乱了，开始乱了，对吧？理解到有点乱了，有点乱了，因为大家都焦急嘛。啊，好。哎，把跳起那个板，哎，好 ，OK。平着放，这样还我还得反一下，这样放，这样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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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一个板了。如果是这样的，硬的桥板先上去，先不要扣，把所有的板先摆先放啊，先放，是吧？通过集体的这个力量，嗯，这边的时候完了，一边全部到这，那你现在人所有的重心都在上面，嗯，对吧？想办法借力。对，我在想，
是不是不需要那么多人上去，你只要一个人就轻一点，你没有那么重去压。女孩子去扣，对，女孩子去扣，给他借力的是男孩子。快拿牌，不摆，先给你，先给他。我拿不住，你放前面，我才能拿住。挂住，你给挂住，我给你扣。头在咱们那边呢，扣着头扫嘛，扣着头，娘，你扣上，我拽过来。对，对，慢一点，对，慢慢的往前推。等下，我了，过了。你先扫这个，两个平行扫，哎，可以。一边听我的，一边听我的，你们谁放的？娘，等一下，女生拎上一个就过去，明白吗？然后我们男生在这桥头上往这边运，女生往那个炸弹区去走，转身拿一个头就过去。慢点走，慢点走，他不玩，他不玩。来，好，来，这扣子，过别过去，这儿转身。走，起来，你过去。来，先不要拉，来，够不够？来，加油！来，一二三。等一下，可以了，已经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不用动，对，不用动。现在要抢时间了吧？来，一二三。不够，快一点！来，这个，来这个，来起来，看着吧。这个，两个两只脚都在一边。来，一二三。走，回去，起立走。先回去拿沙袋走了。走，慢点就走。快点走，走，快点走。跑过去，女生先过，慢一点。从中间跑过去，快。女生先过，好。一个传一个，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时间走。来，对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对，后面两队走。八角龙一个的那种感觉，快点！还有两个，两个。旗对面的旗，过去拿旗来，快！拿旗！你去拿旗！过去拿旗，快！快升！拿住！行。
吃饭不排队的奇异薄荷，请插在对面的旗装上。要要的 ，perfect perfect。吃饭不排队的旗帜已薄荷。一千公斤。Yeah. Regardless. 我们的策略还是很有用的。队长，队长，我们今天非常好，我们分配的非常给力。我们中间我们没有说一句话，都在做这个事情，都在加油，都在拼。对，就是这个效果。我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今天，特别好，兄弟们真的给力了。走走走，继续，别管。继续，继续。别管，直接干，继续，加油！要停停停！要停停停！这个并不是说他们快了，然后我们就直接就没了，而是说跟自己时间赛跑也是一部分，千万不能停下来。别动，不要动，这几个不要动，这个不要动。传递！等一下，你站到这，站到这，你站队。放几个，不要动！我让你不要动是掌握平衡。我放的都不要动，谁压得过？过来，好。你说这样更稳是吗？李景亮那个在沟通方面，他跟队员的默契的还不够好。可以换一种语气，可以强硬，但是不要，因为他有一点好像我叫你不要动，很多时候影响到影响情绪啊，因为都很累的情况。别跑，膝盖不要打直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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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个绳索断了，小心啊！慢点，你往那儿走，过去。你先过。一人带一个桶，看我抓着走，不要过来了，往那边扔，不要过来了，妈，不要过来了，不要丢下去了，不要丢下去，你去吧，我去那边接应，我来一个两个，给我两个，我可以冲着走，给我一个，再往那边走，扔给我一个。
站起来，你歇一下。真的是已经感觉自己力竭了，可能别人可以一次就可以搬两个，但是我只能搬一个，而且还很费力。大家帮人家搬一下，我你别，你这样对别的队员不公平啊！不允许对别的队员不公平，他们还要互相 battle， 不可以搬。加油！不可以帮忙，全体你们拿几个鞋让我拿。加油！舰队，你们的用时我们将在三场比赛之后集体公布，如果排名最后的话，你们队将有可能面对集体淘汰。 OK， 尽量我们全队克服一下恐高吧，我们像吃饭不排队一样，我们试验一下。 No， 不跳，我们不认输。 OK， 愿意跳的同学战友，我尊重你们选择，你们可以跳，但我不跳。Respect， OK， 可以。我们输在哪里了？输给自己了没有？朋友们，输给自己了没有？没有。OK， 我刚说过不要着急，一步一步来。你们做得很好。看着我的眼睛，你不是不可以，做过来了吗？我可以的。可以的吗？可以。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。你也是一样，作为一个特种兵。这边晃晃晃散了，大不了掉下去，有什么呢？大家过桥的时候有点担心，有点害怕，我觉得不敢于去突破自己，就怕掉下去。我觉得他们还能做得更好。过来，来，我们复盘一下。过来，全部。哎，看着，来下一个，蹲下，看着我怎么走。不要！屈膝，沉下去。你手打开。脚不能抬太高。还越抬太高，重心越容易偏一边。你有看到景良他在做那个姿势？没有问题的，过来。快点，下一个，尽可能贴着，一个一个过。手打开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动作太大，看，动作太大，好破坏。下一个。嘿，滑板的速度越降越稳。哎，宝贝们，哎，宝贝们，刚这个扣谁扣的？谁？举手过来。不对，他这个有点，这我觉得有点，
这个可以跟尽量去说的，去沟通的。是作为一个队长，我觉得赛场是个战场，更加的冷静，这个更加的冷静。对，我说个拉一下，拉一下，亮哥，你一个拉一下。这个在这儿，问题在这儿。我一刚才在喊这个事儿，因为起初的时候这个程度就短，所以这边高一点点，松一下右边。哥，这边太紧了，扣不上。往上踢。OK。看着高一点没有问题，看着我们怎么拯救。来，再看一遍啊！哎，这个原理不知道吗？哎，这个原理不知道吗？哎，这个原理知道不知道？扣那一根，扣那一根。哎，这个原理不就知道了吗？技巧你在上面没有用，他们100根下来也没有用，1000根下来，除非他断了，也才能够到。你们都没有饥饿感，让我没有看到。中午是我任务是队长的，中午不要吃饭了，下午晚饭不要吃了，自己层思考。你们也可以自己吃啊，但我不接受。晚上一人5分钟的总结思考，我计时好吗？谢谢谢谢。我希望一群狼不是一只狼，一群狼才叫狼。子高说得很好啊，东有东北虎，西有西北狼，一群狼碰到谁都不害怕。我觉得这帮都是狼。过来再感受一下这个桥，你们是亲自搭的，知道吗？你们流的每一滴汗，撞击的每一下，手上磨的每一个泡啊，这个木板很扎，慢一点走，尽情的呼吸，这有可能是我们的最后一趟，明白吗？很荣幸在47我认识了各位，谢谢。走。尽量，我跟范老师在里面就看了，输赢这个还有下一次吧，人生那么长，对吗？所以我希望你们就坐下来，就是好好的去聊一下。我是集体项目出来的，这里有集体项目的，有个人单板。这个是原蛟龙突击队，几乎都是搞运动。运动场上是没有好话的，你们如果不信任他，也不会选出他来，对吧？失败是你在整个运动生涯当中必须要学会去接受的。没事，其实这是个心理变化。所有另外的6个队友，首先要理解。尽量就是可能在这个表述过程当中，大家听话听音，这个是荣誉感很强的人啊。那么他的责任感很强，都会出现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就突发的情况以后没有应变。比赛和训练完全是不同的，一有压力，一有灯光，又有后面的这个对手跟着你的时候，心里会产生变化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可能啊，我要说实话，你不要笑，我一直这样说的，我可能输了习惯了。中国足球输了习惯了，但是你还得踢啊。生活还是要继续的，是，对吧？你说不吃饭或者怎么样，我觉得我是不同意你这个想法，而且得必须把大家都叫到一起，在这个时候是更好的去了解你的同伴。你不要忘记你是 captain， 你是队长，你可以不吃，但是他们必须要吃饱；你可以不睡，他们必须要睡好。除了作为运动员来说是最能接受的，最要学会的。我是心疼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每个你们都很棒，我没看到失败，你知道吗？我
我看到失误，我没看到失败。是的。我可以请求大家吗？来一个拥抱，好吧？对，大家现在需要。尽量，你把你的手伸出来，你得拖在最底下。对，对吧？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一二三，明天加油！好，真的太强了。我这尽量心软，我知道，我完全可以看得出来。没事的。嘴硬心软，是的。没事没事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太希望他们好了，可能在训练场上，在比赛场上，可能用的语气啊、肢体啊、眼神啊，对于大家有一点，加油啊，凶残。可能是我把我的对自己的惩罚送到他们身上，我也需要总结一下自己，需要冷静一下。谢谢大家。他们对我的信任，只是两个人对比赛必有一个输的，但是我觉得我能在你们身上看到是没有输的，只是那个小的失误，真的你们是做的100%的，我看到了，你们都是竭尽全力的。再次给大家说声对不起，刚才可能有点太让我消极了，大家在这道个歉，对不起。没事，我们都能理解，我完全理解。对对。但是既然亮哥刚才已经说了自己刚才不应该发火，咱是不是应该一人说一个今天犯的错？没有没有，我们现在我觉得需要的。我觉得第一点，我绳子就是扔早了，我听不见对面到底弄没弄好，我就觉得我绳子扔早了，影响速度了。就你来干。其实在后期就搬运那个沙袋的时候真的是已经力竭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知道其实我当时心情也很就是有点着急，没关系，就觉得自己能力不够，很着急。婷婷没事，婷婷，不怪你，不怪你，我们都没怪你，婷婷。有点拖大家的后腿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婷婷，你不要这么说好吗？啊？没有谁是拖后腿的。没有，我们这里面没有一个拖后腿的。我觉得我们真的尽力了，真的每个人都在拼命。感谢这次机会，我认为感谢这个失误。为什么要感谢这个失误呢？我觉得这刚才我那些的失误，他们会告诉后面的，啊，所谓的，三四五六，他们不要犯那个错误，对吧？我说过，当炮灰，要有价值的炮灰，对，要有意义的炮灰。我希望大家接下来在生活中，在别的地方比赛中也是一样的，都不要去再犯这样的错误，注意那个地方下次陷阱。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多多包涵，多多能理解。再一次的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。接下来，无论对手是谁，啊，无论什么比赛，我们依然全力以赴。全力以赴。好的，谢谢。工作真的很棒。真的，婷婷，明白了，真的很棒，不要去哭，你要为自己感到骄傲，走。队长，有什么想说的？通过来到这里，看到
每一位优秀的运动员、优秀的人都在这里争分夺秒展示自己。这也是我来的这的目的。我们昨天表现时间是最慢的，但全部他们都全力以赴了，这个比拿到冠军我觉得更有意义。谢谢。你们是第一支被淘汰的队伍，但是现在还有四个人手中拥有拯救权。我使用。要救谁？李锦亮。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队伍还是七名选手，我们需要一位综合性比较强的选手继续加入我们的队伍。恭喜李锦亮，现在可以归队了。加油，亮哥！你最棒了！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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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你，谢谢。走亮，那你就可以了。OK， 大哥，你踩他，你踩我，我。你不用，你先踩他，好。你踩我，你相信我，你踩我，你我可以的。不用了，抓这个。啊，不是。太好了，大哥，我这边还需要拉一个。抓我手，我踩一下冰。对，然后脚上来一个，能不能？我先把脚放上来。对，放上面，放上面。你拉我的脚，这个脚上来，是不是你的？拉我可以。我来，起来！对对，可以了，好，停了，够了，停了，够了，停了，停，走吧。够了，大哥，走，我过来，过来。快点，会不会？快！还有一把，再拿一把。哪个想拉呀？再拉我一个脚吧。啊！哦。二叔，你们谁再下去一次？你下去，我吃那边。我看。哦，那个时候体能已经消耗很多了，其实就很难用力了，我手很酸，你找命会真的非常绝望。哦，累了，太累了，很难很难。鱼一定要沟通好，不能两个人同时砸。Yes, sir。我觉得能给多老板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全力以赴，让大家看到你是有价值的，有龙之前。再来。小童，我看他给我砸了别的地方。我这里有物资。
我平时水性挺好，就是剧烈运动完事以后，那喘的太厉害了，上气不接下气，根本憋不住气儿。给我一把。把病搞快去，去帮他们，赶快赶快，快快快跑去把病搞院了，往那边传。哎，放篮子啊！我给谁？组他们，给他们，组他们来，陈汉，你用这个凿，帮他们凿，你。苏一，你让开啊！哎，我在这边凿。你有大工具啊？我有大工具，你别打了，我来啊！快！应该可以过去了。扑一把！转身，趴下。小心！抬，没事的。来，小心哦，抬住了。熟。慢一点。他们那边没有砸。姑爷。哎。你把我这个口子这边砸大一点。这个地方。啊，快。跟您来砸，哎呀，这个别走呀！好，退，还是比较着急的，我感觉可能拖这个队伍的后腿了。跟我过来，你这边拉开。甚至他郑书也还在里边没出来呢，冲一把，来，来抬我上去。大哥，这帮我转一下啊。好，等一下，媳妇儿，冲我。起来，你先放着吧。来，拖着他，这边拖着他，走。等一下，我这边转个弯。没事，你不要怕，不怕，等一下，放手。哎，不怕，不怕，不要怕。把自己打开，上面再打，对，就是起开，起开，可以，上面那块打掉，好的。他的体力太匹配了，好，就下猛水轮转决斗。啊！什么？我加油！好，可以了，搞定，过，
出来，朋友，出来。我。李丽丽，你砸一下，用肩头。OK。OK。我来，刀给我。我来，你砸那边。哎，我来。相信我好吗？相信我，你的姿势不对。起来啊！加油！三哥，我来。好，打中间这里，中间。好的，好的，对。啊，差不多。哎 ，OK， 后锁。对，好，坚持一下。好，打好后锁。可以，让开。把我的脚抬开，你穿过我的肩，你穿过肩，我肩上你肩膀上，我肩上你肩膀上，对，往后走。好，好样的。好了，可以了。走，健身，过来。别怕，请接住，请接腿，接腿，好身子，接住，一个挂掌，双臂转，一个手一跳，爬过去，哎，我来，爬过去嘛，就头在前面，别头在前面，过前圈嘛，侧身一点，快点住啊，我们这边接着，快点，好，手伸出去。那么接一下。快点，哇，舰娘跑得好快。停表！现在先不能告诉你们葫芦娃队的成绩，但是我能告诉你们的是，尽量，你牛！太棒了！人形盾斗机，你为队友尽全力了。太棒了！辛苦！恭喜葫芦娃队成功逃生！葫芦娃，一直笑哈哈，哈哈哈哈！
会很心疼他，嗯，都累成那样了，很不容易。两个，我不允许自己再看见一次队友离开，我会全力以赴，为了队友去付出。李景亮表现那不能用好来说，李景亮的表现那叫神勇，他不但把自己的墙砸开了，还帮我砸的墙。他拿了冰镐的时候他如虎添翼，他从最后一直砸到头，救了六个人出来，太神了，太猛了。我觉得我们队就是很默契，就是所有队伍里面最团结的一个队。你觉得你们的成绩会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排名？我觉得首先肯定是前三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，保一争二，保二争一，我们保底应该没问题。哎，我觉得应该前二没问题。你不管谁拿上那个冰镐，咔咔就是一个。你拿好那个之后，每敲一面墙，基本上敲几下就下来。我觉得是，我觉得超不过50下，可能一面墙我们就能打通，用那个冰镐。对。冰镐也是大哥拿的，他潜水了。大哥喝水了没有？不好喝。没喝。不好喝。不好说。不好喝。不好喝。味道不对了。你拿过多少次冠军？08年奥运会刚完事儿，我漂吧，我这说漂吧，我也觉得也没，也不算漂。那时候打拳还赚到什么钱？打三百？很少。嗯，很少。一个月大概能挣多少？一个月我们不是按月，我们是一场机会，一场有比赛你就打，没有比赛就不打。嗯，那合下来一年大概能打这几场？能一场就挣多少？嗯，2-3场。嗯，2018年几千块吧，我最早是500块人民币。那一年也就能挣个万把块钱，是吧？万把块钱都算多的。家里的环境是什么时候开始好起来？嗯，环境好起来是我们打 UFC 了。嗯，2013年。2014年。你们2013年就结婚了，嗯、对吧？就领证。他看你比赛心疼不心疼？当然心疼了，每个。因为你每次都打得很壮烈，你知道吗？生活嘛，在于去拼搏，在于你自己去努力努力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嗯，我们做这个事情，你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做？嗯。给我一个卷子，我填上就行了。嗯，还是我要拿到我自己想要的分数线。嗯，那你媳妇儿看你每次打成那样子，她的反应是什么？她在现场吗？她在现在现场，在现场，在现场，在现场。一是，心疼我，也是就是，也是说不来，今天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今天不打了，心里挺好的。我劝过你，劝你。答应他30不退了，今年就退了。对，我真的觉得身体啊、思想啊、心理啊这些，我觉得比我20的时候还好。你媳妇是几岁的时候开始劝你说退役？哪年开始退役？每次输比赛的时候他都劝，受伤的时候都劝。嗯，我记得你有一次是被晕了。对，就是四分钟。下了一个才受伤。怎么去认输？他知道你不会认输，你这个是从小就不会认输。这东西不是说不会认输，你是输了就是输了。那你有什么办法？我想问你，这个东西，我只是不想放弃。对，然后我觉得我坚信我自己，我抬头这个动作，我坚信我能胜。对我的身体。自信，对吧？这次，所谓的我可以的这个标题，我觉得我可以。都有优点，都有强的地方，也都有弱点。如果说你的弱点是什么？弱点，我这问题太大了。或者说叫短板，叫软肋。都可以，软肋那就是家人。嗯，你要是软肋那就是家人。嗯，由于这么多年在外面训练，比家人可以上一些。嗯，你爱人是结婚几年了？哎，我们结婚早。嗯，对，特别早。什么时候？对，我们
一三年就领证了。一三年十年了。哎，是我的初恋，我早恋，然后几岁开始？十五六。十五六，那就零几年了。对，零五年、零六年我就在一起，一直到现在。他多大？对，他比我大一岁。就一直到现在。对。那谈也谈了很久啊。是是是。对吧？谈也谈了七八年这样子。对，八年。然后我们就领证，零五年结婚。对，然后有了小孩，第一个小孩，现在两个孩子。几个孩子？大女儿。大女儿。一男一女很好，家里谁管钱？肯定我媳妇管钱。啊，我看得出来，我就为什么问这问题呢？看得出来你特别爱她。当然爱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最爱她的是？没有理由。最爱她的是哪点？哪一点都爱，没有不爱的。说说她最大的优点吧。快跑，这一点是最快。有点配合。对我的信任，对家里人的照顾，对我的爱，无私。因为当年谈恋爱的时候。我刚来北京嘛，他那边刚毕业，然后准备当老师，体育老师嘛。我本来也是毕业去当体育老师的。他说要不然你就回来跟我去当体育老师，我觉得也挺好。还好我是来到北京了嘛，然后眼界思维有一点点不一样了。觉得我说还想打，我觉得我可以，我真的还想试一下。然后他就支持我，毫不犹豫的就支持我，然后也没再有人说。你要为了我回来当老师吗？你没有说这样的话，然后大家就辞职了，然后就跟我来北漂。那时候他陪你来的生活蛮艰难，两个人没有为这个事情吵过，就是斗咬过。能看出他有些不满，但他也没说，能感受。虽说都在北京，但不在一块住。他在租的房子，然后去上班，然后我在这边训练也是跟着大家一块住，是啊，就有时候两个人还不住在一起，住一下，然后周末在一起，他也上班，生活非常艰苦。那你媳妇儿看你每次长着那样子，她的反应是什么？她在现场吗？她在现场，在现场很多次，也心疼我，也是就是。也有说过啊，咱们不打我啊，退一个，现在也挺好的。他劝过你？劝过。我还答应他三十五就退了，今年就退了。对，但我觉得身体啊、思想啊、心理啊，这几年我觉得比我二十岁的时候还好。你觉得你要达到几岁？首先，这个不能用时间来去衡量。我觉得你自己的这个身体。和你的思想，你想不想去做这件事情，想不想干，最简单的就是一个身体的检测，你的机能还所在不所在，你这里的强度能不能达到，训练的强度能不能达到，合不合适去比赛，你强度训练的强度你都达不到，教练的要求你都没有做到，你怎么去比赛，你就比赛不了。那你怕不怕有一天就做不到这种要求？不怕呀，对吧，为什么要去怕呢，这是你的能力到了。所以你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。对呀，你的成功，每个人的成功就在于你的自律，就在于你的内心自己。我想，你每天几点要睡觉？最晚十点。十点钟一定要睡。然后要是有小孩的话，我们都是，尤其上学的时候，我们都是九点半，六点七点，儿子们，我和太太做早餐，你洗漱，然后送他们上学。你来送还是？我来送，我太太，我们互相谁送，谁想送谁送。哎，这个挺好的呀。其实我觉得。反而有了孩子，让我早睡早起，对我反而更好。我感谢上天赐予我的一切，感谢我太太，感谢家人，我觉得是特别好。所以你的状态保持好，是因为你很早就跟你太太在一起，然后有太太一直管着你，可以这样理解。对，就 UFC 嘛，综合格斗，也就是我们格斗界的最高的一个赛事，作为。
说话。到体校开学那天，我妈给我买的新衣服、新书包，说走。我说去哪？去体校。我说不是说好了我们不去了吗？我妈说去。我妈腿不好，然后我爸年龄也挺大的，算在农村算是老来得子。嗯，就这样送体校，当时我特别难过，我哭得稀里哗啦的。嗯。因为可能在农村的家庭，他能感受到那个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想种地，我就不想让我的父母干活。然后我妈妈她就不想让我在家里帮他们。但我就很喜欢种地，很喜欢种地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因为我出生的时候，我妈说我从学会走路，他们就去地里干活，就把我带到地里，我就在地里，我觉得可那时候我可能爱上了这个土地。我去体校呢，对体育没有概念，所以说我感觉就跟，我感觉像混日子。等我上了体校一年之后，第二年2014年就去了新疆竞技体育运动学校，上了三年。快毕业那年选特种兵，也是我们新疆的有个特种兵部队，也把我选上了。我们只要三个名额，整个体校。当兵也是我的梦想。然后我给我妈说了一下，我觉得没瘦弱，也有很多人都没有去成，不是我一个。我妈觉得，她就觉得你是被选上的，然后因为这个原因没有让我去，她就觉得做父母的没有做到什么的。然后那时候我教练也知道了，他说你去不去练散打？当时那阵我就说去，我拎了个书包我就去了。啊，去的，我们一天四连，哇，那阵条件非常差，就你们买那个足球鞋那阵，我觉得大部分十几块钱，我们一个星期把那底子都磨平，都磨漏。哇塞，练了两年，我觉得和他让我成长了一下，成长了。我第一次去西安训练，第一次出省吧，我记得，哇，太菜了呀。我们就才练一年多，还不到一年，几个月，给他们打了。每天那个嘴巴吃饭就害怕吃饭，啊，一吃饭那里面都是烂的嘛。这东西挨打一次可以，挨打两次也可以，你第三次你就不能再挨打了。对，就这样子慢慢就慢慢起来了。然后慢慢，哎，就这样，可能我的这个不放弃的这个精神，啊，打动了我的教练。啊，后面他就开始给我联系一些更多的商业比赛。那我今年35、36了，可能都这么大，都老运动员，应该退役了吧？但我到现在也没找到这个退役的理由跟我自己。比如说伤病啊，比如说一次比赛失利，可能说，然后说哎，退了吧。我也比赛输过，但我觉得比赛这个东西，只要是任何一个比赛，肯定有输。但我更喜欢这个备战的过程，在比赛中享受的过程。Make and miss, make and pay, 我喜欢你打我，我打你，更喜欢你打我的时候我能扛住，当我打你的时候你能不能扛住我的拳，这种感觉。这我觉得这个感觉是让我坚持到现在。还有就是这次的真人秀让更多的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更快更高更强，所谓的体
智美，有很好的体质，你才能把你的头脑，把你的审美才能展现出来。我认为是这样子。我觉得这也是大家之所以能来到这里，告诉大家是什么，我可以，这是我来的原因。